这兰州的路也是起起伏伏，还没出兰州市区就开始大汗淋漓了。没骑车之前有点冷，但是现在太热了，找个地方先吃点早餐吧。然后正好路边吃俩包子，然后来碗小米南瓜粥。有吗？没了。没了啊？还有别的？豆浆豆腐脑胡辣汤啊。来一碗豆浆吧。豆浆可以、啊、明天做啊。包子行。多大多大的包子？包子等一下我让你看一下。行，吃两个包子，然后喝一碗豆浆，暖暖身子，暖暖胃。这胃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兰州吃羊肉，吃的我胃不舒服。羊肉还是吃少一点，羊肉对身体好。先喝豆浆吧。豆浆不要放糖啊，豆浆。可以关注我。你抖音吗？抖音也有，今日头条，主要是今日头条，西瓜视频。今日头条，好的。关注我就行了。我在这吃个，在这吃个早点，然后顺便拉个粉儿。这一个。这个是啥？抖音的还是今日头条的？今日头条，今日头条。可以关注一下。行，这又增加一个粉丝。今天晚上是悬，然后是明天差不多能上，不是一个，是两个。两个粉丝。你们是什么地方的？我们是河南的。河南的、嗯、河南。对、咱们这是邻居，我河北。河北邻居。对，河北什么地方的？从河北骑车骑到这儿吗？对啊，本打算去新疆的，新疆太冷了，就回来了。人家的新疆，对啊，啊，现在去冷太冷了，现在，我现在就是去哪儿？去那个去宁夏那边，宁夏也冷了呀。对，但冷，它冷，它不如新疆啊，那个。对啊，但是在宁夏完以后，我再插到河北，或者是肯定是不走内蒙，内蒙更冷，内蒙不行，插到陕西、山西，再进河南、啊、然后不是就进河北了吗？不是、啊、新竹窝了，太烫了。兰州的那个造城了，造城高速。这看样子马上就出兰州市区了。这已经出市区了。已经出来了。已经出市区了。再往北就。车好多呀、啊，车。都是往造城高速走的。对。咱就走了。好，慢走、啊。行，那个生意兴隆啊！好，有缘再见。行，路上注意安全。行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走，继续出发。他在这里吃火腿肠呢。行，不让出了，车太多了。走着。